人啊，啊，你哪来这吃饭啊？是啦，啊，这敢是兰花厅？妈，这哦是兰花厅，无唔对啦。所以你嘛订在这哦。拍摄啊！林子谦，我也心机足重的呢。原来，伊是要和阮两家人枪棒，要和我的代志爆出来。哼，爱我倒，你等熬死人啦！因为应该就是林小姐了。林小姐，啊，所以隔壁伊都是你定的哦。啊，佮讲是要甲阮子涵过生日，啊，你讲子涵是甚物时阵时在啊？你误会啊啦，唔是我定的，我嘛是想着邀请过来。啊，这位吼、哦、是我的细汉查某囝，叫子彤啦。啊，定位是我的大汉查某囝，叫子倩。所以，你父亲叫一个查某囝，叫做林子倩。当然啦、啊。哪里想啦？之前迄记者招待会，我甲你探听的时阵，你讲恁家干那一个后生，甲一个查某囝，两个囡仔尔。你敢真是安尼讲因的？林峰啊，哪有你这款傲物啊？你这个查某！你阁真正甲子倩当作是外人啊？这哪会当怪我啦？啊，子倩早都唔知啊，走去倒位啊？阮林家的户口，伊早都予人处置啊。啊，搁再讲哦，我确实是跟他说，子深还阁有子彤两个囡仔尔，我嘛无黑白讲话啊。刘夫人，假使我对你讲的话，那是造成你的误解，那呢，我甲你回失嘞。印度家问我，阮家是不是有一个查某囝叫林子倩？啊，恁来安尼问下，敢讲恁甲子倩有熟识？是安尼啦，当年哦、喔，阮家峰在美国读书的时阵哦、喔，嘛有识识一个叫做林子倩的查某囡仔啦。啊，有甲伊谈恋爱，啊嘛有，啊嘛有生一个后生啦。对，敢讲这后生就是我。啊、你不是拢甲我讲，我妈伫咧生我时阵难产过身去啊？敢讲这是白菜话？其实我的妈妈还佫活咧。子胜，原来，原来你是阮林家的孙，我的干阿孙。隔壁迄桌是我的亲生妈妈替我订的，你要祝我生日快乐。那秋芳姐，这位林子倩的，恁敢有人会当跟伊联络？子涵，子涵，今麦情形真复杂，你先别请你激动好不好？我哪会他妈激动？这我亲生妈妈的代志的，至少今麦在现场的人，敢有人会当跟我讲，想要骗我？志明，你听家己解释了无？我知影你跟妈母甲无欢喜才分手，知影，我了解，啊，毋过你袂当骗我啊！因为你伫遐想着你，因为这个真相会甲你伤着。我即马知影真相，我就袂是伤你。I'm sorry， 莫去跟我讲 sorry， 你甲我讲，阮妈即马到底伫倒位？子安，先莫着急，慢慢将伊解脱。当年恁爸跟亲生妈妈感情的代志，咱拢不是当事者，嘛无参与着。
无人法度让公平论断是非对错。对啊，子涵，你是莫生气啦，至少先听恁爸的解说，无得家己的理由，你会当体会佮谅解啊。小姑姑，今仔日若是话你拄到这款代志，你敢会生气？我当然嘛会生气，啊，不过我会想办法先把家己冷静下来，然后我才好好了解代志的真相。我无想要错怪任何人，因为大家拢是你上亲的人。上亲的人，够欺骗。子涵啊，大家选择温暖你，不是超工，无是要让你知影真相。大家拢这样疼你，当然嘛是因为讲今日会受到伤害，想要保护你，所以才会不得已对你讲出这种善意的谎言啊。就算讲我会当理解恁的用心。不过我也有了解事实的权利，这人不是别人呢，伊是我亲亲妈妈呢。子涵，你讲的忘不掉，你确实有了解事实的权利。啊，不过当年恁爸嘛是因为甲你的亲亲妈妈迄段感情付出足大的代价，伊嘛是用足侪时间走出感情的创伤，所以我相信伊一定有讲袂出嘴的苦衷啦。我认同安姐讲的话，我绝对相信恁爸。希望你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造成这款危害？等亲亲妈妈来，一切就有答案了。宋明宏，向村里提我林子倩好心。你是不是想要说我不是应该死？杰西，你就是子涵的亲生妈妈。子涵，我的妈妈是谁？我有很多冤仇要跟宋凌鸿算好清楚，我相信等一下你就会了解我当初的委屈，还有我是怎样要跟你跳分开的原因。安怎啊？听我讲话讲遐尔久，现在应该会当确定我真正是人，不是鬼啊。明明都看你沉下去，你是怎还爬起来？明浩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来替你解释。宋凌鸿惊我的出现去破坏到伊的规矩，所以就找人想要把我杀死。真正是别人的囡仔死不了呢，看起来啊，我不出去是骗。陈中胜，无你是走来遮创啥？明姐跟你有关系？敢讲，迄个是当机要你倒头哦？你这样是怕什么？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击我老公？我。拜托呀，这个查某这么自私，这么恶毒，我哪有可能跟伊有一点仔牵连呐？我来这主要啊，是要甲林小姐作证，因为这拄好啊，我拄好是讲迄个桂林，我是天公伯啊，这边派去求伊的正义使者。爸妈早去救林子谦。咱这写计划啥？明仔拢无甲阮讲。林子谦，迄个老伙啊，是你开偌济钱啊，该请来啊？你为着要抹黑我，你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？人咧讲，细汉偷板布，大汉都偷牵牛啦。你这几年来，唔那是做歹失德的代志，嘛有遐讲白话啊？妈，国庆，
我敢是迄种心怀手软的人，这是杀人呢！我连杀鸡我都唔敢，我哪有可能去杀人？恁千万莫让伊骗去啦！证据嘞？你若是无证据，你就是甲我抹黑啊！我头一遍看到有人这么着急啊，要甲我讨伊家己的犯罪证据，然后要等我所有人知影呢。欸，你袂歹呢，安尼我完成你的心愿，要证据吗？宋凌浩，是你？你就这么惊我，杨金浩不来对付我？凊彩你安怎讲？等你袂喘气，变作水鬼了后，我宋凌浩一世人永远都袂想着你一面啊！你敢？我哪会唔敢？你要变，一时间尔啦。啊，你讲，你的人生活落去谷底的时阵，我无甲你引起，你就要倒来报仇。我即马，就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好半世人，这叫做负负得正。这杜君啊，竟然敢出卖我，一声，我真正失算啊！我是要哪躲过这劫啊？宋凌浩，你真正要害死我的大汉查某囝？我无啊！你无？那么容易是什么意思？我哪知影什么意思？无得讲，迄个录音是伪造的啊！你这个查某啊，心肝歹，头壳嘛无好呢，是不是伪造？请一个专家来鉴定。自然就清楚啊，敢毋是？你竟然我都提这個，当场要硬拗，你敢会受过落差啦？林小姐，录音档等下我会叫我助理传互你，啊，若要哪使用啊，就交你决定啊。留我有记啊。这查某，真是有够变态的！你为着惊子倩回来指证你过去对伊做的代志，你就要凶手要害伊，你要让伊无法度回来讨，让伊派到罗家的人对伊的误解的冤屈做完死鬼母，你心肝在遮浓毒啊！不管我接到子倩邀请卡的事，你表示命主动，你知影我坚持要甲伊见面。啊！你都归去，不出门不休，你先把伊丢掉，让伊无法度倒来我的身躯边，踢破你的小骨啊！干！宋凌浩，你根本就是丧尽天良，你的心肝真正是要够薄气啦！我林国庆哦，真正是痴迷，才会爱着你这查某。你也是在讲啥？听到录音，你就相信那个老伙仔？啊，你拄则无看到那个老伙仔跟罗家，敢那有啥物渊源呢？这无得卡，就是林子健跟那个老伙仔联手要来重伤咱两家啦。我只是予伊掠去做炮灰啊。花弟，代志毋是我做的，哪有乌狗偷食？你叫白狗来打的道理？我不好啦！陈老师长早就约到，你伫死无的承认你家己罪行，所以拄则就建议我先找人去甲沿路，还佮你甲塞落水迄码头边仔的监视器画面拢调出来。我就唔相信无一支监视器拍到你这恶毒的查某人。我若是掌到证据，我就随送去警察局，告你杀人未遂。林子倩啊，落土时。背你命，你本来好好的命底，让你母甲乱七八糟，你无家己好好的检讨，你把所有的不幸拢怪在我头壳顶。我相信天公伯一定会还我公道，莫想要甲我诬赖啦。